Hello，好，此则样式四则选取人物样式。那刚才是人物，那一样可以搭配其他的，一个混合的一个搭配。比如说目前这方面，选取 P2，目前这方面是 UFO，一个造型。然后呢，一样按照原来之前的流程，底下这个要选取关注，点它一下，搭配键盘。那我到时候想一下，那背景比较简单，用黑色的，我选一下，OK，很快就选取完毕。接着呢，看一下这个，反转，点它一下，OK，这样可以就这个。好，呈现这个图层，点它一下，呈现，然后呈现，然后再把它关起来，背景关起来之后呢，点一下图层一，右键。然后等一下，布置图层，等一下。刚才是在，应该是 TO 这个区块，我等一下。那答案，文件目的地的意思，确定。我找一下 TO，找一下这个图层二，刚才是图层一，刚才是图层一，然后呢又关起来，图层二这边，好，接着是又打开。往下看一下，它缩在左右下角，因为比较大的关系啊。那记得是点上这个，先取过去，然后搭配它这条，把它拉取一下，就变形了，拉取一下，然后再搭配这个竖键，拉到竖起看一下，假设在这边是前进。即可。这个目前就是，单一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合成，然后呢可以多元的合成意思。看一下，跨越，这边，看一下，OK，是，不喜欢的是，四色彩选取人物类型，此则是一个补充。加强概念说明，很简单的一个简单的合成。没事，继续。这个什么操作？应该说什么？